台湾人就是吃力，台湾人往外跑是很合理的。不是哦，就是真的说真的，台湾的市场太小了。我告诉你，大部分你看这些大部分的游戏工商，几乎可能60%-70%都是来自内地，那10%-20%是来自日本，来自韩国，可能来自其他地方。台湾本身就超级无敌少，少就算了，有些就还会给你压价，你知道吗？譬如说你的价钱报这样，就譬如说你的价钱是这样，他就会故意给你压到这样。他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我游戏就很有名啊，你就是这个钱就可以接啊，那你不要接就算了啊，对啊。啊，如果像其他地区的话，你这样，他就说，哦，好，就这样。对啊，那你觉得咧？